好，欢迎回来。刚才那盘棋呢是还没有下完，但是，谢一鸣应该说形势不太好啊。那么吴这，一鸣，啊，对，吴一鸣，吴一鸣，然后这盘棋呢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第三届嵊州杯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的决赛啊。这决赛这两位棋手呢是李宣豪对范廷钰啊。现在还我有们。季军的一个争夺战，啊，对，这个是在嵊州举行的面棋啊，这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疫情之下能有面棋，一开始都下得好快，看起来。这个是李宣豪哦，最近势头很猛。有点新王诞生的意思，嗯 没错。但是现在还仅限于国内，还是世界比赛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发对，是的。挥。这是顾子豪对芈昱婷，是争夺三四名。那这个，他们这个用时呢是每方2个小时，然后，5次1分钟五读次一秒，分钟。是就比较正常的慢棋规则吧，应该说，没错，嗯，我们是，中国，我们国内好像基本上用的都是这样的规则，就对，是正是的。式的比赛一般是来的，说，没错，现在都是，而且国际大赛好多也是这样的用时规则，像三星杯这样的。好，我们先来看棋吧。好，嗯，这盘棋是李宣豪执黑先行。就这两位进了决赛，还真的就是现在一个状态的一个体现，说实话，是的，是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就属这两位最火了。啊，对，就在前一段的时间，就是我们先知道的亚运会选拔，对，他们俩就。他们俩就是第一、第二。没错，然都后出呢，现了，在亚运会嗯，选拔之后呢，就是这个衢州烂柯杯，俩人进了决赛。然后，然后呢，就是这个嵊州王中王，又是他俩进决赛啊。所以说，这个状态的火热确实是李宣豪拿了那个衢州烂柯杯的冠军，刚对刚，他赢的就是范廷钰，是，那也是他的第一个头衔，看他今天能不能拿到他的第二个头衔，确实是，很神奇，就感觉就是。两个人的状态保持的是很神奇，黑棋挂这个，对，今天下的是对角形布局，小尖，小尖打飞也车是向，趣味啊，也是趣味，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李逍遥现在有一个人送外号"宣公智能宣公智”，宣公智能就是寄予厚望被大家。那可希望跟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申公申智公能，智你能跟他拼一下是拼一下啊！刚才我们之前也说这个韩国队围棋主教练木真硕也是对，非格常外关的注关他。注李宣豪的一个棋是的。所以说之他，前的两轮第一轮8强战，李宣豪这是很轻松赢了许家扬，对，然后半决赛也是基本上是碾压式的胜利赢了胡子豪。然后就是感觉很轻松的就进入到了决赛，范廷钰呢不然，范廷钰就在第一轮他就遭遇了柯洁，然后在柯洁咱们这个知道就是在前半盘发挥极其出色的时候，就是范廷钰一直保持非常坚韧的一个状态，然后挺到了最后等到了柯洁的失误，然后以极其精准的观子，最后巧胜半目。这官子本来就是范廷钰的强项，对，就特对，别的精准。当是时我的，看是到他有一步起的时候，那步棋正好当时看怎么收官，在等他的，进行同步，然后决意推荐最佳的，然后他下出来了，太厉害太厉害了，了。就是太当时厉害我当时说，我说这步棋起确实是好棋，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类应该下不出来。然后范廷钰起，我那那就非人啪类，啪啪，我就打非人他，类是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准。吧？然后在第二轮的时候，他这个半决赛战胜了芈昱婷，但也是在前半盘比较不利的情况下，等于说是逆转获胜。所以说就是两个人的进决赛的这个方式好像有点不同，对，所以在决赛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们还来挺看有意思还挺有意思的，的，是的。就截然不同，应该说是点三三，点三三挡住，爬。飞一个。对，这好像刚顶。才我们看到那个镜头就是，是这儿吗？好像下特别快，看对，他然后就点，们，把这挡，挡。爬出来。就是现在
看到他们下这个棋啊，我本人已经不敢说任何的评语，就是说看完昨天那个李轩豪对谷子豪那盘棋，就是对于轩豪 AI 的这种背诵的能力，我已经是叹为观止了。是，我觉得就是我说这个，有一次之前我看深圳区的棋，我说这棋下到大概150手左右了吧，那个。他跟 AI 符合率就是那个特别复杂的局面，他都下对了。我说我不相信，你打死我我也不信，他是用背的，他能背到那个地方。我觉得有点太可怕了，真是。实在太可怕了啊！所以说咱们在前半盘实在是，咱们就过渡，顶一个，顶了一般，全下点三三，他就把这个打了一粒，打了粒是我特别喜欢的下法，就这个局部，就是乔老师应该知道是吧？是，对，这个感觉打了粒巨润，这个棋特别开心，特别开心。下到是下到、将来如果有机会了，我就贴起来，贴起来。你要是跟着我搬然后我就搬然后你可能连搬然后就打吃，打吃完了，然后我就长你压我，然后呢我就再长，你吃我就再一拐。就感觉这一条边围得极其的舒服。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就确实将来贴起来也是很大的一手棋。也很大的一手棋。当然现在你打了力，那黑棋他也打了力。对，你那儿下的那么润，我也润一下吧。润一下。对，是的。白棋拆了个边。拆边不能评论。那这棋如果不拆的话，这个白棋下哪儿呢？就是这个棋啊，如果我下，如果我下这个白棋，我有可能会还是会贴，其实贴起来还是很大，我还是想贴。说实话，这个棋就是，如果你黑棋再加我飞起来，我飞一个，因为我飞过来加将来加先手呢，我觉得我过来对你黑棋这五个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威胁。如果你也贴我，如果我贴你也贴我，那我们就对着下，就是如果我们形成一个对着下的状态，就是我们比如说这样，我连扳连扳打吃接上，就不见得会形成这样就是有可能我现在压不到，有可能你长出来，就是如果是算这样，然后你再跟我这个来这个，那我感觉我白棋方向还可以。那如果下成这个图的话，那确实白棋不错，是不是方向还可以？白棋不错啊。那如果底下还欠个二路跳进来，对，他有点。那么我这个木好像比你这个好像明显这个效率是要高，是，对吧？那你要贴起来，那我这样下，大家是不是差不多？就是，那你要不你就别贴，那你就别贴，你加我就飞，反正。但我知道吧，我把这个我贴起来了，就为什么我觉得白的贴啊，白的也可以选择先飞，如果你选择飞一个，那么我同样选择飞一个，这两个交换我觉得白的不肯，我觉得白的不是很肯，就是我这贴起来本来有木的地方，对，你这个地方你贴起来不见得有木啊，对，黑棋贴不一定不一定啊，不一定，白棋贴很眼见的很大，是是，就是如果是我有可能先拼一步，现在就是其实也特别想走这儿，虽然很想走这儿，但是好像征子不利，好像是征子不利，征子不利掉了吧？就不是他这个棋，就是你搬进去的话，打吃我接上，接上对，那你打吃，打吃完了打吃，我跑，你走，昨天我好像可以长出来，是不是？你这个地方你征不掉我了啊，我长出来了，那就没法看了。长出来主要是现在是什么？就是你现在你不能粘，你本来如果这个征子白棋有利，白棋也还能站，但现在好像这个征子也被征掉了，这个好像被征掉了，这个被征掉了，就所以这两个征子都没力，所以你现在如果靠外边的话，人家搬外边，这个下法你好像不成立，因为你现在你两个都不成立，你只能走这儿，就你如果想不死的话，只能走这儿，但是跑出来这样作战，白棋感觉就是很危险了啊，这样还能作战啊？他也有一战，也能战是吧？也有一战啊，他就走粘上。但是有的时候就他没看见征子，万一长的也只能这么粘上，就是
那就应战，就是我觉得这好烈啊，是这基件本事上是不太行，就是烈的厉害。啊，但是你没辙呀，就是这个棋你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对了，呀，对呀，就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这怎了，啊，么回头？对，回不了所头以现在特别想靠，但是不能靠。如果靠黑棋搬里边，了。那白棋其实还可以，就是如果你搬里边，那我搬过来，我肯定还可以，我这样我还可以。那下成这个图是吧？对你下这个我还可以，我断，断一个，对，比如说他拐一下，对你走这个，然后再打吃，然后我走一个，感觉这交换我还可以，对，啊，那比单拆要好，我觉得对，但是现在走不着，就白棋很想靠，但靠不着，靠被人家搬起靠被来了，搬起身来子了不利，啊，但是我如果有贴呢，我如果有贴我就可以 靠可了，以了，对，所以就是。我让我下，我可能会下阵，但是说实话不能平，就是反正这个棋 可能这也是 AI 的选点之一，但是有就可看怎能，么选的问就看题，怎么选，就对，看就怎是么看选。也有跟风格有关，对，是的，嗯，拆，拆，你看黑贴棋起来，贴起来，那他这个他觉得这个贴大，嗯，贴搬一个，搬，先搬。这个贴起来就是打了力之后的好，就是好点，就是。很舒服，是，嗯，尝一个。这这是招棋，长的，哎，这招棋我还是第一次见，张老师这个棋，这是一般都是压的一吧？般都是压的，是啊，我也觉得是压的呀。压了吃掉的，一般都是。这棋就是放了吧，我们知道他对实力的那个追求是极致 是，的，啊，是极致的，所以他是不是会觉得压一下损实力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这样，是不是味道好一点啊？就总是这样，如果黑的拐的话，说白了还是贴，其实还是贴，就贴呗。贴完之后，这不还有个跳吗？如果贴的话，黑棋把这个挡住，白的就跳一下，感觉让黑的围这块也还好吧。这这个个你拐的时候会不会黑棋就飞那个呢？就是我吃这个时候，你就飞这个了，对，是吧？是的。你飞这个，我就压呗。压一个也挺就大我的，压两下之后，我就跳一跳个，进来。给你围一点吧。我感就觉，是就被跳一下，好像缩水了好多好多，我都觉得缩水了好多圈的感觉，一下就15目不见了，我有这种感觉。这棋我还真是没见过长一个的，压一个，难道担心黑的长出来吗？会担心这个吗？就让黑的白棋这先愉快一下，愉快一下，然后，只能这样啊，只能这个。我有点难受。这没办法，只能这样。然后再拆一白个，棋再走一个，那就把黑这的个再断断了啊，断了，然后我再跳。会不会担心这个呢？了。我不知道这个图如何，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不太明白这件啊，事不知道会不会担心这个。就这搬一下的确是很愉快的，对，但是搬啊，完了但之搬后完的这个图是不是合适？因为你搬完如果能粘上肯定最好，但粘这上辈子黑下棋来。下来。又有点悬下吧，来就看着。靠出来，其实是不是也不是说我这你你这顶端了。啊行不行？哦，成不成立好呢？猛啊！哎，你走这个我是不是可以？你要把它贴了，飞死了。啊，哦，还有贴这了招。飞，你是不是得打？得打一下，那打一我下呢，很我再难断，受。我是对，不是我也觉得我我不可太战好，啊？好像。我是不是可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搬了，如果能粘上，那肯定发财了。白棋，这搬了如果能粘上，白棋发财了。但黑的，如果你不下这儿的话，就是你这儿肯定最直接对白棋的打击。如果你不下这儿的话，对白棋来说可能就不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打击了。下这儿，下这儿，这是不是有点？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吗？也有可能啊，就直接下在这儿。这不知道行不行？我是看不只是清，我摆上去的，看不清，没有经过计算。就是你不能下这就下这，反正得对，打几百棋。而且就算经过计算，我一时也算不清楚到底行不行。这个棋不知道啊，这个棋我感觉挺想压，如果能压了，反正下成这样肯定是，我觉得应该比长好。他有可能压不着，有可能压不着，有可能担心有黑可的能长黑棋出会长来，是有吧？可能，所以他实在选择长这个，嗯。尖冲，先冲，爬一个，跳，夹住，黑棋点刺一下，刺一下是也全上，力，嗯，然后虎下去了，虎下去，
拆个一，小拆一在这儿，拆一。一就现下子，在啊，就是就其实如果仔细发现，陈老师，现在拆一比拆二多了，就自从 AI 以后，真的 是吧？拆三也多了，拆一也多了，但就拆拆二二少少了，了，啊，是吧？就对，他经常你能看到拆一或者拆三完了之后再拆一回来，看这起种来棋。这。看起来这拆一拆二不是什么好棋形，是这意思吗？有这种可能性，感觉上好像是啊，就是经常我们看到拆三完了，它下一步棋是拆一回来的，也有可能拆一完了再拆个一，啊，就是这种棋，它一个积蓄力量好像很厚，飞一个，飞现在白的是应该再拆个一吧，我感觉是不是？这靠的。哦范老板下的棋总是有点出乎意，so。料，这个棋，这棋是靠的呀。其实靠的，这个棋，我本来想着拆个一，这是脚上不也还有棋吗？但实战它这个结果是可以的，这实战这个结果是可以的。这个棋靠黑棋不能搬底下吗？这个棋能不能搬底下？搬底下的你就话，搬上面是吧？搬这个是吧？底感啊，就是黑我也的觉搬得底下，是。那我就白的就得搬上面啊。是，那我要退被你长，我肯定，肯你定在干嘛是哦。吧？对，我在干嘛？我在哪儿？我是谁？其实搬底下有可能担心白棋搬 上有面，可能被扳下，好像搬还上面挺难有点受。难受啊。如果说黑棋退一个，那么白棋他就搬粘，就搬粘就是搬吧？粘，就是他可能觉得是不是比拆一简单一点？将来加一下，就是黑的目数也没有多少，其实。就你本来拆一可能是有棋，但是你走完这个等于定型了，黑棋也没多少目，你自己安定，也确实好像像是好棋这个有点像这个兴味小非常兴啊。奋，对，这个棋形，这好棋好像是好好棋棋，是吗？单靠一个，对，好吧，因为黑棋这里好像不敢乱动，因为白棋这有尖先手，就你一旦乱动，白的这厚了给你杵过去，杵死了给。直接给冲过去。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如果让白的下太厚了也不行，所以不能乱动这个地方，看看黑棋怎么应对呢？对，这地方它是上班实吗？在这是上棋，搬，然后白棋下搬，哎，你搬上一面我般就搬是，下面啊，你搬下面我就搬上面，是这意思。长，然后退回来，哎，还可以啊，这个感觉，那我觉得比单拆一要比单拆一好，好，是比吧？单一拆一好，这我也学这到棋是了啊。靠的这其实靠着下这棋是靠着下的，的，本来还觉得人家这个小目大飞是不是靠有点损是，呢？但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对，现在这个棋确实就是它贴着你走，这种对，棋也变多了，确是，实，其实理论性的不重要，关键还是看这看怎么好，接下来你就会下成什么样，对，对你有利，你就可以考虑。小尖尖，起来，白的直接就进来了。对。还是喜欢史蒂，范老板还是喜欢史蒂，我感那肯定啊，觉，毫无疑问。毫无疑问，挡下来不能让你度过，对对，然后飞出来，这个飞的地方也是，他就准备瞄着这他瞄着这个，这我感觉有点咱像咱们象棋的那个，因为那个马那么一飞一个卧那叫什么卧槽将，就是那个这样飞完往下一飞。我不懂叫什将么军马呀、啊、什啊，么，对对，你一将军哈，他很难受不太懂。就像这个棋形，这棋形呢，你不能想当然的跳一个，跳一个被人一断，你对得连上。你这棋你要连可能就是难受了。你走这么一段，对，就这是一个要点，应该是这么想的。那李玄豪说：“No，你不能，那我咱得不可让，以。护住啊，不能让你飞在那儿，然后白棋跳出来。这个时候感觉哎不错啊，好像范老板。”你觉得白棋不错是吧？感觉这个棋是又是他的风格，感觉形势也还可以，觉得白棋下的还挺顺的，然后这个靠，对，这一带，尤其把宣豪这可怕的前半盘感觉上，趟 过去了，对，压了，再压一个。压他应该是瞄着白棋这里的这个断点啊，他就是如果说你说当初咱们比如说飞一个。飞可能白棋一个小猴子脸，我这断点补上了。你现在你是压还是加？你加的话，我就冲了再接上。你反而自己
这个棋性还不好，肯定得连，还得不连。连不但是行。这样的话，我等于我的毛病就没 是的。了，哎，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就没有按照长形啊，这样压出去，嗯。然后白棋飞过来，他还是要穿你一下。飞只能冲啊，这对。地方，这只能冲靠住。飞了一靠，飞完了靠你一下，这冲完了，它是差紧了一气，可能这跟这边的气可能有点关系。现在看起来，高乐高，那你冲不断，意思啊，是，是，的确是冲不他断，如果说长，现在拍戏不对。能冲断了吧？我觉得，应该不能冲断，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冲你断。要冲断底下，可能我就给你了，我就哦，包，那就哎，无你所要谓断了。上面，可能被我一冲，对。你这个棋形就有点碎吧，有看点起来，碎，有点碎，这个怎么收拾啊？是，应该是不行，应该是不行，那看看黑棋怎么办？黑棋，但是也得想办法，因为你要不想办法，我就冲了街上了。对，你要不想绝办仙。法，马上我就冲了街了。这段啊，你这样被我冲了街掉，那我就太完整了。是的，是的，所以黑的还是得想办法，怎么着把这白棋整点事情出来。没错。他现在上面断了一下黑棋，断这个，问一下是吧？那应该是要接外面的那吧？肯定是这个，这这必绝须对要不接能外被人面。家去打看两看下。巡航要走干什要么？搬这个砖，搬粘，搬粘，侯一个，还是要冲断了。那还是要冲断了，他就是冲断底下端这个，但他是，这个，哦。他是这样的，人家打的时候他断的，这能行吗？这棋，我不知道啊。这个棋能行吗？打了打上来，哦，这太拼了吧，我棋，就这不行吧？我看着有点吃惊啊，我以为这棋是怎么个意思这个棋呢？我如果这个呢？那我先提了再说了，只能断一个。我这个呢？你能吃得消我这个吗？我肯定转不能换把是你吗？把吃了吧？对，这个你能那让我我再吃了吗？吃半天，吃什么呢？我肯定得吃啊。你肯定得吃。那我一提你劫，你劫呢？这个劫是吗？这个劫。那我就尝呗，先。你尝。我要提了呢，你就拐住，对，然后这我里这面是什冲么回呀？来，你就接上，这样我不对，活是是的，吧？是的。这样等于我端了是一下，的，是的，你断一下，我还是要让你付出点代价，好你不好？端我端一下，等于你 这我个得地让方你付出点代价，不能让你别随便断一个。所以说就是这个棋打劫可以，但是说我不好找，是吧？这个劫就看你这劫怎么个找不好法找劫了，怎啊，么个别的找法？就是我肯定是只有这个段找劫财。别的地儿，这都肯定都不是劫，对呀，这肯定都不是劫，这也够狠的，这够下狠的。的，这个下的够狠的，这要成立太酷了，我觉他白棋冲，他提掉，提掉，然后白棋粘白上，棋接上，接住，白棋提一提个，回来。回一个，这里面是什么呀？这里面不知道啊，看不清啊，这棋，估计还是个打劫活，结活是吧？因为应该还是要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地对对对，方，是的。就是白的将来就是比如说走两个，利用这个打劫里边连走两个做活，应该是这样，形成一个转换，主要是打的时候他能贴着一下不贴不着啊，是？肯定贴不我着。觉得贴不着，就主要是这个地方能不能断掉？这个地方能锻造一下是吧？能断着一下，断着一下，走提这个，掉。主要这个地方能不能打得着？这个很关键。如果能打着就好了，关键是打他肯打了定他提呀，提，然后这劫财怎么办你现在你走两个能不能活？走两个能不能活？走两个能不能活？这是个问题你挡一个，他接上，啊。我觉得好像不能活不啊，能活，不死能了。活。立一个，堆儿一个，立一个这小是什飞么？是什么？就小飞吧。小飞，我只能给你靠住啊，那不我能让你就连上啊，回去你不就回就去，死了吗？我就死了，死了。那我走这儿，你走这儿，对，
刀霸五，是的，我要走这，你就冲回去了，对，这搬砖就起作用了，哇，确实，死了，那我等于走不着，我走不着这个，那我得先挡下来，争取能走到这个，先挡是吧？对，我争取能把这个打掉，因为这个棋打掉一下很关键，这外面差好多，那边差好多，你先挡总是先手了，人先家不挡会你，那什么，看他是怎么下的。挡，他就是挡的吧？他没挡，挡黑棋立，然后他粘，哦，没他有没单有，粘的他这单个，粘的这个，他他单粘单这个，粘，那黑棋肯定提黑棋劫提吧？劫，然后他然挡，后挡，然后人家接，小尖，然后再提回来，再提过来，那黑的这个应该得补了。因为不补的话，黑白棋开劫了一打吃，本身的一个劫残就对，爆了，应该要粘上。粘住了，然后白棋然后打把这个，打劫，这个够乱的下的，踢掉，并一个，并，爬过，提劫，再长出来，另一个他也不肯接哦，接他挡下来。接着打。接着打，他觉得这样好，他觉得这样你死了可能，哦，他觉得你死那白棋肯定得靠这个贴了。了，那单提被人家拐在外面，肯定是没有不活是，的希望那了。他便宜了呀，主要是，那他提，你现在你再走，你再走，不是我再接上，这下这便样宜你了。不还是打劫是吗？的，你是打劫的。那等于这我长一个跟你提一个交换，我这多损两步棋，这我一下肯定不值两步棋啊，对对对，肯定不值两步是的。棋，看他是怎么下的，那果然就是这么下的。我操，那这棋我感觉一个局部又一战定江山了，那这棋感觉白的又不行了呀。我也觉得白棋好像不太行了。这打劫活，这黑的不全是劫吗？这找的劫，关键打劫活只是仅仅就是一个目数的问题。对呀，那黑的随便外面走两个白棋，他是弯这个的，然后人家接上，他再挡下去。这个地方突然被讯号一发力就没了，这个地方。哇，这个太强这个了，老这板。个实在是。这太强了，这个计算。对，确实。那看来刚才白棋这个飞完了靠住，是不是还是有点秀，有点过有点了？过了。有点过了。这个关键，这段文搬砖太强对了。啊，这段文搬砖这一冲断，就把白棋吃了。不，这断完搬粘，白棋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他什么就招搬也的没时有。候回去，冷有静点的回去。惨。就是，确实，范老板的性格肯定不会回去的。我觉得肯定不能忍那一下，搬的时候只能弯这个，然后被人家再爬一下。我说我直接回去。你直接单回去。直接单回去，我是这弯再被你爬一下，我太是，我只能单回去。我想也是。单回去，单回去不会死，因为黑棋没有一路这个子，他这回不去。但总比这样强啊。这样好像这棋真的是有点远了，已经。这个黑的随便找劫了。这黑棋等于说就这十几目棋根本就对，不成为什么负担，对，12目总共。关键是不是黑的把这还给除对过来啊，黑棋太厚了，全部连住了。现在他刺了一个，他接上，他把这个接上，吃掉了。那这好像，这白棋已经不太行了，我觉得这局面虽然说还很宽广，但是要翻盘好像不易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吧？我们判断下形势，一二三四，我的七八九吃十的有十一点二大十呀，二这二十是六实在三十是，六38，三九四十四一四二，50，黑棋大概50目起，现在，黑棋50目，白的24 68 11 21 22 23 24 28 30 35，35白棋加一个角，大概40目起吧。40目棋的话，现在黑棋大概50目，现在就是全局目数的话，黑棋领先10目，然后白棋这个外边这个，可欠点儿，这一块欠孤大了，棋，他这个一块孤棋。就是你感觉已经要死了，你要再不走，就是说欠不是说一点点儿感觉，我比如说，我走得远点儿，对，走得远点儿，儿，走远点儿。对你，如果你跑，我就供着你，你也要付出很多代我价。不走那么近哈。这个棋就是说盘面10目，白棋有块孤棋，
这个棋肯定黑棋明显优势啊，黑没棋明错，显优势。这优势确实是嗯，嗯，有点，而啊，且很难翻这得过来啊，我觉得这样的局面。就是没有办法，好像白棋。就飞了一靠之后，人家这一动手，嗯，没有这办一法。段就搬的时候，你啃可啃能吗？白棋当初可能啃吗？耗完之后应该粘在那边，可能应该粘那边，这个棋就靠放，这个长的时候粘对这个，对。可能他没有想到黑棋还能这么下，说实话，啊，没有想到黑棋可以这样下，不过当时的时候，可能白棋还是有点薄，啊，他应该稍微粘有这点边，薄，粘这应该粘这边好，这一站好像，就基本已经搞定嗯，了。靠一个，黑棋搬，嗯，然后来去尖。小尖刺了一下，断掉，这个得想办法把局面搅乱啊。嗯，打吃，打吃，打吃就打回来吧。啊，不打长，回来，我啊，也以长为是他吧？要往我这以儿为打啊，呢。我以为打回来，打回来这地方不知道收气是个什么状况。如果说这个图是吧？哎，假如说这个图，对，对，如果打了粘，怎样呢？对，如果我这个有这个子，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收气？因为我觉得这个先手的话，好像黑棋手锁得也不是特别多。嗯。假如说这一气是他紧住的情况对，下，这里边我你跳跳一个，刺一下是什么对，东西你呢？团一个应该要。对。这里边是什么呀？这也看不清啊。这尖一个，再一挡，我感觉这样应该有棋吧？我觉得不像能进沙的样子，对，我好感觉应像，该有棋。嗯，这个棋没打回来，打回来可能还是觉得被黑的走在外面，可能机会不大吧。那还是把这个子跑出来，跑出来。跑出来，然后呢？黑的刚才长他一长了一个，个，嗯，拐，哎，那还行啊，白棋，好像白棋下到了他想下的那一对步。呀、啊，这个好像还行打在这儿了，对呀、本来觉得黑棋应该往这啊，嗯，边下刺的，对对，这好这像个还很行，空旷的地还方，可以，还可以，这个白的这一串好像便宜了，嗯，这一串便宜了，看看怎么样，白棋能不能找到点机会对。开二，反正就这么输掉了，好像有点，心有不甘啊，这棋。确实，冠军奖金100万，这么高啊，对，这个王中王。啊，之前衢州那个烂柯杯也就50万，好像，对对对，这个冠那军这个啊，翻亚了一军倍，40万翻了一倍，啊，所以说这盘棋对他俩来说应该还是，挺大的，对，王中王还是很关键 确实，啊，嗯，实战选择爬这个，哇塞，这先捞这一么笔，冷静啊，这个棋。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冷静，邱老师，是一种拼命。就是如果这边一拐，黑就全都厚了。对，是的。那么我把这一爬啊，你别管我大还是不大，你只要敢在这起模样，那我肯定要进去。我就不让你起。对，你起完，我再让你跟你起，拼。然后我再进去，就跟你拼。就这棋我再去破你，被你这样简单收官，我肯估定是计不够的。肯定不够了。是的，所以他应该抱着一种拼命的状态了。没现在，错。嗯。二路飞，拆。拆在这个位置也很，这好撑啊！他就觉得这个拆在这儿，这上面都算是他的了，都是我的，全是你的是吧？都是我的，好吧，这不便宜嘛？这其实便宜嘛？你如果都是他的，那是便宜了，便宜是但真的都是他的了吧？我这一会儿，我这儿有子，我肯定要往这儿锤进吧？去他的，是走这儿了，对啊，他走这儿了，你白棋补不补啊？肯定得吹，他肯定不会补了，他这边得锤啊。哦，所以啊，他就把这边锤进去。哦，现在黑棋很简单，就是他数着目下。对，现在黑棋肯定就是数着目下。小尖，嗯，尖出，嗯，接一个，长，长，他挤过，挤，然后黑你棋把上飞。面先全变成我的全目对，啊。他就全变其成我他的的我目，也不跟你谈，先把它变成目了再说。反正要不然目不够了，这他棋。就直接给你断了啊！对，这个再拼。哎，这一串好像又感觉白棋又便宜了呢。薛豪这个是不是下的有点疑问？有没有疑问？不清感楚。觉这一串交换
没有什么道理啊，黑棋。这个如果说照死的话，这个整体的判断怎么样呢？主要还这是没有，看判断，这没有。判断非常重十二、二十二、十、要。哎，五十、六在十、这边看七看十，我他黑棋。是，哦，他才不会那么好说话，这都算计的。马上他还要动手。哎，这样还，你要是这样的话，就嗯，是说，好像白的还可以白的下还呀。行是吧？就是说，我觉得比刚才直境况接好转一点换了的是时吧？候，状态好多了，白棋。但是白棋他还要给你施展手筋呢，这个爬完了，这里面告诉你这还有靠呢，哦，没还那有么好棋说话这。啊，哦，这地方就是范老板强项了，是这就这强种地方啊，都是他强的非地常方，强的地方。是。嗯，这个棋白棋情况好了不少，板，我觉他就是很擅长这么一点一点蚕食人家的得，嗯，嗯，空哈，就前面的逆转也是这样对，的一个情况是吧？啊，嗯，就慢慢的等待，等待机对会，不对，要着急，不着棋急。差一点嗯，不要紧，这棋盘还大，还是有机会嗯，所以想赢盘棋不容易，的。这个只能粘 上，是把的，它拐过。嗯，然后看看黑棋下什么呢？这宣豪也很淡定啊，这个棋对啊，下很冷静，好像的，啊，他就觉得自己稳稳的拿下了。这个好大哇！这就这么简单对，下。你出点我的棋不重要，我把那大的抢了不就行了这吗？么简单呀，这就够了。这个棋确实，就我老告诉棋友，有的时候就是，嗯，我说你们先我把大小判断搞形清势有楚，问题。我当时点这个就觉棋，得白棋还不错是不吧？是，就是我觉得已经完全能下了。这个十、十三、嗯。十十七、三目是吧？这是，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七、八、九、十、那十这一、个十、算不算他倒呢？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四十四、六、十五、十六、五二十一、十二、六、三、四、二、五、二、六、二、七、七、六十七、六十九、七十。四十、白的也十一、七十多目了呀，这个棋，十，还三真十不八、少，目三挺四都十、目挺多的五呀。十六、十六、那黑棋十这八，个分寸到底应该对到呀、哪里啊，对还？呀、啊，这个分寸，这个棋，嗯，白的进来，吊他一下。掉一个，不，如果黑棋总是防守的话，我觉得这棋真的不一定真的不行，一定啊，真真的的不不一一定，定。所以，这个地方李轩豪选择了反击。嗯，嗯。贴出来，嗯，嗯。这个地方就是，如果白的黑的再硬下去，这个地方如果被白的还有一些目数的话，这个棋真的是，就不一定啊，了，就不确一定实，了，就嗯，不一定了啊，是的。这个棋，那待会儿这个黑棋如果跳进来的话，白棋是怎么应的？冲我加嘛，冲了加，他不怕他加进来，加这人我都都是，这样了，我还怕你加进来，我恨不得你加进来呢，这个你棋，加进来，我赶紧跟你打啊，劫，对是吧？对，终于找到了机会，啊，是，我都这个情况了，我。搬一个，嗯，连搬出来。嗯，说实话，如果说这个样子啊，宣豪如果是这样简单控制住这盘棋，那太厉害太了，厉害了，是，确实是。嗯嗯，太厉害连扳，了，嗯，嗯，白棋长，长，看他这一带会下成什么样呢？贴，黑棋压一个，嗯，白棋长，白的长，黑棋接上。就接上。现在的情况是，是不是这个地方黑棋走完之后，白棋这块棋不活？是就的，我感觉白棋可能这边走两个，可能这块棋有可能活，但这块棋好像不活。是的。啊，好像确实有这个问题，有这个可能性。嗯，他这块棋，他反正要防这个冲断吧，这个冲断得先防住。那这一带如果有个子之类的会好很多。对。哇，这个白棋好像确实有点困难嘛，而这且块棋靠怎下么去，处理呀？嗯，靠一个黑棋长，小尖。黑棋长一个，现在如果冲断先手，把黑嗯，的提掉，那也这吃个不两掉个呀，子吃不掉，是啊，是吧？吃不是掉，的，嗯，吃不掉，那白棋就累了。你吃不掉，你从这儿出来，那他这提完先手，你这块棋就危险了。对尤啊，其这边，如果你单关连回，白棋黑棋把这个冲回来，你这一串白棋是，没下到东西，那好像特嗯，别艰难，这个没下白到棋东看起西，来。嗯，这棋
啊，范老板拼了，第接七住啊，啊。接住了啊，这个应该是要玉碎的感觉这个确实要拼了，这人家扳住怎么办呢？啊，这个棋应该是判断形势应该是不利了，拼是了，的，他肯定是觉得这不能再忍了，得拼啊！看看黑棋怎么下呢？黑的接上，接这个是吧？对，接这那个，就很明确了，这块棋再不硬的话，就是我要杀你了，对啊，我要吃你我要了，吃你了，就是这个棋，你这可能这走断一个，可能你能活，你这边能活，但是我这个冲，你应该是要被我拿下这块棋怎对，么办这块棋呢？这里应该没有路，是啊，棋接上，然后冲白了一下，棋，白棋冲一个，然后再搬这个，是吧？还可不可以延续神奇的逆转？接住，黑棋挡，挡这白的接住，黑的挡，个，黑对，的挡，接住他挡一个，然后白棋断，拐住，就白棋活了，白棋活了。这块棋活了，啊！宣布我这块棋但活那了，块棋怎么办呢？这块棋死了啊！这，是，转换吗？这是要。白棋活了，但这块死黑棋挡一个，了，白棋搬，把这搬一等个。于黑棋实战就，他干脆就不挡了，就直接就是杀这个了，冲这一地个。方也没必要了，就是说你随便走吧，我把你这吃了，对，我只要确保我这块棋是是活的，的。是的，是的。我确保有这块棋是活的。那儿反正都是这角都已经尖到那儿了，都是活的。那把白棋这块一吃，这对，目也不用看了，对把这块棋吃，就你吧？那块确实。角，反正我是活的就行。我也，就我也别在这跟你在这耽误事儿了。这个地方我要再走下去，万一走个后手，我不知道。那边都不重要，就哎，是我把这儿吃了，多清楚这件对，事情。是，看看白棋这中间能不能折腾都出点什么大跳。黑棋靠断它，靠住，靠住，如果搬，会发生什么？冲死，是冲冲死是吧？是是冲死吗？是有可能冲死吗？还好是像我虎一个呢，虎一个应该死，就是我便宜点目，便宜点目应该不够是这吧？不重要，不重要这不重要。啊，不重要。黑白白的接住，反正我就要跟你拼搏呗，这能活吗？问题是，我不觉得他能活呀，虎在这儿呢，还有，虎在这是好棋，虎在这是好棋。你要一旦你往里冲，那我可能有机会了。冲这个，我冲，然后黑棋你冲，冲过来，我断，你他一切。贴我这个就先手。顶先手，那就直接断也活对，了，我吃就活了，你要这样往里倒冲，活了。我就活了，他走这个，走这个，对，他白棋能尝到这长下后吗？手啊，尝不着是长吧？后手，你能尝到你够了，这个对，活四个了，了啊，但是你现在长，你冲，我再 长，再尝一个就行了。对，你这个地方你一走，然后我就是你断我，你断开这个地方是后手，我这边就可以连上对。了，这样你这里面肯定是不够眼。哎，这个。这样也不行，尖这个也不行。他断靠这个的话，他就接一下，然后把这个，靠，我可以顶，你怎么都我可以断顶着了，吃回来。反正怎么都断了，确实。哎，横竖都把它断了，那看来白棋已经没有活路了，这怎么办呢？挖一个，这有了，现有在的挖一个，单挖，挖一个，骗一把，没用。黑的应该单继续长就行。打这个的话，他可以打这个，对，是你吧？打的话，我打这个是不是有点作用？他如有果没有点说作用？粘回去的它话，没什么作用吧？不是，我就粘上活了了吗？吗？我就粘上就粘上是吧？了，这个有个字，粘有上的作用吗？话，他能粘这个，粘我就挖这个，怎么都不行啊？粘你这个粘我有就用阴吗？你一个，你也活不了啊！我就阴一个，你也活不了吧？找个地儿阴一那怎么都不行吗？个，感觉对，的。应该是死了这个棋，应该是死掉了。
横竖都是不行啊。看看有没有点机会，就刚才只印一个，哦，你还可以藏在这儿，对，那根本就不行，对，那怎么办呢？啊，陈就跳了一个了，算了，它是跳的，跳一个就算了，这样看得比较清楚这样一点看得吧。清楚，黑棋跳的话，白棋这个地方，拐冲了一下，啊，他什么时候先冲过一下？对，先冲过一下，这冲了一下，之前虎的就时是候黑先棋冲了虎一的下，时候，白棋冲的，这像是大将，实在看不出怎么活来，断，得一断，就接上，接住，就等于他说我接完了之后我就补就一个虎一个啊，就这里面完了，杀气我看不清，这是，边的话你也连不上，怎么都不行然后接上，了，黑的就黑接棋上，接住，这是最后一手了。因为你现在如果接上我一长，我刚才摆了已经是没有路就是这了，就样，回不去，是吧？接上，然后黑棋长，对，回不这去怎么连？这连不住，的，这靠这也没用，这一猴断可对，大龙等于最后最终战死，以。最终 战那死。黑棋下的太清楚了，我觉黑棋确实，得，好像都没有什么，哎，他也没发什么妙手，我也没看出他有什么妙手，没有妙就手，太清晰了，实在是，这个宣公智能名不虚传，对对对，确实是，他有什么妙手吗？只不过是计算很精准罢了。就从这一代这个战役开始，就就一是直把白棋这一战完了，这棋好像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棋手来说就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啊，就是当白棋露出了这一个破绽，被黑棋这一断完了搬粘，这太可怕了，这个棋。对，他就直接出手了，长完了就冲是了。实在是这就是这一断完了搬粘，包括这个地方的作战，就是这种跟比昨天那个袜还要可怕太多了，这个棋。而且他下的特别清楚，对我对，不觉得白棋有什么抵挡的可能性，只能说是他这个靠就已经下错就可能粘到那边可以，了。是粘那个，粘那边是可以吧？粘在这儿，对，就不要是粘这个。你只要你有一个破绽，然那后么被揪住了，你就再也你就没有翻身的你机只需要有一个破绽，会，就完了。你就完现在围棋真难下呀，我觉得。就有一个破绽你就完了，就是说。其实本来我当时觉得白的还挺好的，其实，还觉得挺能战的，是对，白吧？的感觉上挺好的，就是前面这个包括这一靠的搬，其实包括前面布局，其实下到这个地方就飞，就这种棋飞了一只跳的时候，我还挺看好白棋的，其实感觉，就是这个布局又是格局也是特别范对老板对特别对。喜欢的一个棋，只能说这宣公智能太强大了，宣公智能这个计算确实强，这个主要是这个段，这个确实想不到，对，确实想不到。但是他下出来了，你觉得好像，就会这个手段确实是存在的，毫无疑问存啊，在，就是这断了又一半因粘，为先断一下，对外面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范老板可能这个时候还是搬的时候还是忍一下，忍忍一过下，去了。忍一下算了，真忍，的是该忍就忍，忍一时风平浪静啊，真的是风平浪静。该忍您。忍。这个你直接你这个期你不忍，你真的就直接就波涛汹涌了，我感觉就直接就，就跟被拿下了已经。对，实在是没有这个但是必他要。这个如果说忍一下的话，黑棋假如说还像实战这么下的话，会不会？那不一样了，我忍一下，你这个地方你回不去啊，你这小尖你不成立啊，你小尖我可以尖住你啊，捡这个了，他就，对啊，你这个没有一路粘的帮助，你回不去啊。你回不去，那我这外边不用开劫了，我不用给你开劫了，等于我这个棋，那就差飞了，对啊，那我不用给你开劫了，你这个地那方，确实有点差的有点多，对啊，你这个地方就差多了，这没有这个粘就差多了，这忍一下，但这一忍一下，目数确实你打亏住的的有点话，一二多，三四五六七八九，你一忍，现在我一扳，咱俩目一样，你走一个，三四五六，等于你现在这个地方。你有三目棋，刚才你打的是有9目棋，你可能一下子差6目棋出去，但是这6目还没拿到手，就是说，或者你猴一个，他爬你走打吃，那可能差5目，算你这有4目，你差5目，是的，就是你这个地方就等于白差了可能接近5目棋，你这个就你忍和挡住，是不是肯？关键他还不知道黑棋要干什么，可能当时，
我就在想，如果说他忍回去的话，黑棋这边不知道他是怎么个下法，啊，有可能他就不这么冲端，或者是不是怎么样。有可能，我觉得就这个棋，就我看一下这个局部，这个比就较是这关样键。的，是。这个棋如果说白棋忍回去，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我们他这个先冲锋断智还能能就不能行我就呢？冲断，不是我就冲断了跑了，他就长了，他吃了算我就吃了算了。你这个棋你本身，了。他那一下已经便宜多我那一下我便宜5目棋啊，了。把这个断了，啊我把这个断了，那也还可我也还可以啊。以。我便宜5目啊，这地对。方，嗯，应该也还可以啊。那即使这样的话，可能这局面也就是均势。军事啊，也估就是计。军事，嗯。确实。我现在很期待我们的宣工智能去跟深工智能下不下，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昨天我自己就表示，就是我特别想跟宣工智能下一盘，但我学就习一想下，体验学是习一什么下，感觉，就是是，吧？被碾压的感觉是对，如何的？其实也不错啊，其被实，碾压一下也不错，是吧？就现是在说我很们说。期待他跟深工智能试一试。白的当初要粘在这儿，可能这棋还早。粘在这儿，是，这个棋，那肯定要冲出来。就你冲不是我有冲断吗？我有冲啊，我有冲了这个段，断这个，感觉粘在这儿其实应该还是范老板这个地方一个有点大意的一个失误，粘上他就总以为我这个地方总是我的，对，他觉得你这个断应该不行，你应该不行，你断外面不行，不你吃行，里边不便是宜，的，但是没有想到你就在这一刹那间。就动手了，你被黑棋这先考验一下，一记灵魂的拷问，将你问晕了，就一下子问晕不管怎么说，这盘了。棋是，刚才这个粘上是最后一手，是执黑的李轩豪中盘胜了范廷钰，无懈可击的表演，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真的是从头到尾，太强大了。难怪最近就是连拿两个头衔了，已经是衢州烂柯杯，然后这个王中王是第二个他的头衔，也升是，到了9段啊。那祝贺李轩豪吧，希望他在国际大赛当中也有这么出色的发挥啊。是的，是的，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